台南市議會第三屆最後一次的這個定期會總結順起來到最後一天，市員謝龍介今天以他的市長參選人的身份在議會質詢到現任市長，可能是因為說選舉接近加上兩個人又果是市長的這種選舉對手，所以今天質詢起來炮火是相當的強，中等的氣正義的人士今天是你看到貪官污吏自然利人火氣的大了，你不用問了，你就不會啊，以前都不是這樣，現在就變成這樣。以前我沒拿到證據啊，現在人看你沒到證據交出來，你戇戇對人去陪問，你的身軀邊什麼人給你出賣，你一個動算三四個在做市長，你問你這些官員，萬家在得，多少人不服？謝龍介針對到今年本壇大哥的收工作業甲前一陣仔來開發的這個軟骨頭的業者的刀山現場，甲市長來做到這個探討。但是卖用负面的人身攻击，这是人身攻击吗？你头那位头姊妹甲大家讲，拢讲这个人讲安怎，那个人讲你安怎？安尼你议员你要甲告无啦？这个你要甲告无？拢你讲的啊！这嘛是公诉罪，啊不是我讲的啦。你嘛是去告啊？所以检察官来调查，是不是安尼讲的？就是安尼，要搁提予检察官调查唔？因为你已经告啊，您出来。您出来出，我告是告迄个业者哦，甲你行贿。啊，业者检察官咪调查？我告伊甲你行贿，伊告你检察官无调查，恁告我诶，检察官欢迎甲我调。伊市长王伟提伫市长诶任内最后一次诶总质询对象，同款是参选市长诶谢龙介。因为市长内被质询是应当先讲无主场优势。伫质询结束了后，市长对今仔日质询嘛表示着看法。谢议员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监督者、质询者，我是被监督者、被质询者。另外一个身份，我们两个都是候选人。对于候选人所提到的，有我们会自己判断，包括幼稚的事情，包括所谓我们所谓一些朋友，我有其他他放的录音带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会面对。但是他的一个做法，我想说离真相有一段距离。不过，我们还是会审慎面对。南天新闻台以下议会采访报道。